哎，你好。咋嘞？认道吗？你要实在不太认道的话，我可以换辆车。别换，别换，就是这辆车。好嘛，你换嘛车啊你？是你们叫的车吗？我有点不想去了。上车，上车。哇！不能，我们马上要换车了。前面就把你俩甩下去，对，直接扔掉。已经握轴了，握轴了，握轴了。张铁林老师，张老师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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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。你们可以和铁林老师随便聊，有什么想要问他的问题都能问。我想写问一句话，就是。你还记得？你还记得当年大运会下雨吗？我天天想他，我怎么有一种带着妈妈来找爹的感觉？我想能不能合唱几句歌，合唱几句歌。让我们童真的繁华的小小绽放。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，牵手吧我的看他的双手，热情洋溢的歌声再次唤起了张铁林对于还珠格格的记忆。你已经被朕救活了，不会死吧？小燕子谁唱了皮筒？在他正要热泪盈眶时，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喂，杨迪。喂，罗西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刚才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啊！下雨了，来到天津找皇上了。什么情况？下雨河来天津了？所以带着铁林老师去找到下雨河。雨河？哗哗哗！行，你把地址发来，我们通过安吉星导航。说那么多也没用啊。什么？这个突然出现的夏雨荷究竟是谁？爸爸来。夏雨荷在哪儿啊？有人知道夏雨荷在哪儿吗？你就是夏雨荷吧？请问一下，夏雨荷在哪儿？我们在帮皇上找夏雨荷。夏雨荷在哪儿？夏雨荷。夏雨荷跑到那儿去喝咖啡吗？三楼夏雨荷的哇哦，谁呀？坐那儿。皇上。等待皇阿玛的夏雨荷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戴春荣，戴春荣，著名演员，因在古装喜剧《还珠格格》中成功塑造了心狠手辣的皇后一角而深入人心。皇上，臣妾又要中年逆耳了。这是你呀、啊？哎呀，大少，真了！您坐过来。你是夏雨荷吧？背影还像吧？像，我们以为是新如姐在这儿待着。跟我说让我真是等帅哥，失望吗？这人就谈不上帅了。非常惊喜哈，没想到，真的吓一跳。戴老师坐在这儿，真的没想到，居然把戴老师整。那怎么办？接下来一起上路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走。那我们就走吧，走吧，好吧。抓了，累积公益旅程开始。太惊喜了，我的天！
夏雨荷本来在故事里边就是一个虚拟的人物，我还真就想不到是你，因为你就不是夏雨荷。那也没人跟我说，就说你在这坐着等一会儿有这个帅哥来找你，你们一起去冒险。啥节目都搞不清是吧？到现在。戴老师，你知道是啥节目吗？不是，我问你打我干嘛？听说在业界就是广为流传。戴老师的记性和鱼是差不多的。你不不不，别乱说，比鱼还短，比鱼还短，比鱼还短。没有没有。两位老师，拍完《还珠格格》以后，后来联系多吗？找不着啊。咋的呢？对吧？我到西安去找一下，说戴老师出来吃个饭，我想他是地主嘛。哎呀，我家里住得远呢，我最近很忙啊，你就自己玩玩吧。你是这样吧，你也待不了两天，你忙完了以后你自己玩一玩就行，自己玩一玩就行了。连一顿饭都不舍得，就是这不是不舍得，是不习惯。我习惯吃他的，永远是习惯的我请客，对吧？我这几十年了，我多么渴望旁边的人能请我吃一口。而且戴老师非常骄傲哈，无所谓。这已经变成一种传统了。你有新的订单了，要来乘客了。咱们是出租车吗？出租车。戴老师，你来和他对一下话吧。你好。哎，喂，你好啊，你要打车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拼了一个车。哦，我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，介意女司机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年纪大一点，女司机也不介意是吧？不介意，我这人就爱跟大龄妇女打交道，大龄妇女打交道。好吧。行，那一会儿见啊。好的。